那有个箭头，从那儿开始。那边应该是能出去的。这里也有试试。Little.Look at the letters. On the L's. Look at the letters on the L's. 小写的 S 它就复数嘛。L 代表什么意思？L 上面的信是吧？我的妈呀，你真的牛！哎，我上面有信吗？找一找。没有。他这 L 是唯一一个大写。对，大 L 很重要哦。Look at the， 它会不会 else 是这个上面它有一个那样的形状？对，形状。对啊，哎，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哦。等一下，不会这就是一个 L 吧？还真有可能，我感觉这儿有两个，这是三个嘛，然后这是四个嘛 ，N 这里也是。这个图形出现一次可能是假的，出现了五次。Look at the letters on the L's. Letters 应该是字母，不是姓的意思，是字母，不是姓的意思。E N J O Y。ENJOY 哦、oh, ENJOY 对，刚好就是 ENJOY。 有书跟 ENJOY 有关吗？哦、oh, 把这个五个字母里面的书全都拿出来。这个是他画的吗？这个是他画的吗？对对对，你们看，这上面有个红字儿。哦哦，哎呀，我怂哥厉害呀！对，然后这上面是有一个括号，把这五个书都拿出来，就是五个引证连起来读一下。哦，坐标。哦，三九三九。第三排第九行吗？哎，不对不对，它是不是有个坐标系啊？应该找一个十字，找一个圆点。这个。这个，哦，这儿有一个箭头那儿。这条线。数一下，数一下，这圆点嘛，零一二三，这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